鲍鱼来一份，有没有食欲？不能吃啊。扇贝肉啊，马上直播了，先来两口垫垫底儿。喂我女儿个小虾，你又站起来了，你这嘚瑟。烫不烫？不怕热，没事。马上直播，我吃榴莲，美女吃海鲜。韭黄。爸爸喂你。哎，别站起来了，来，大口，大口。哎呦，这给你自己拿，快，爸爸吃不着了。洋洋，帮爸爸分担一点，行不行？行。要不都坏了。嗯。爸爸给你拿，这。哎呦。大口，走。再不吃都酸了。小榴莲又来一发，全是小黄肉，哎呦呦都掉了。来宝子，吃这个黄的，吃吧。这一小孩猫哪了？恭祝你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没人过生日啊。就是嘴馋，来，没有爸爸吃，把我冻着，把我冻着了，走吧，双击扭扭。拗不出来了啊，双击就够用。坐着吃饱了，哥，爸爸都问你啊，那巧克力吃了吧，你坐。好不好吃啊？爸爸好不好？爸爸好不好？行。先来个榴莲热热身，宝贝儿。有打开打。自己拿一个，自己拿，听话。好宝宝，走，大口，舒服的。香。